你们接一下，你们接一下，会死！那人已经没呼吸心跳了，好吧？你已经没呼吸心跳了，你们快点行不行？等那个领导联系啊，我们也没了，我们能……人呼吸心跳都没了！你们这上面有一个出产区，不把他救一下？你们这个……你们明明有 AED， 为什么不接给我们呢？接我们用一下也不会死的，那人已经没呼吸心跳了呀！你先想想，你们下一个人，你们不要去医院吗？医院里有多少台？医院里不给我们110的呀！我跟你讲，你看看躲了这么多时间了，对吧？老到医院送到了，你们别痛一下会死啊！